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iki 老师。今天要分享的绘本是《小小恐龙诞生日快乐》。我们可以看到书上有一只小恐龙，它好像刚刚从蛋里面诞生哦。我们赶快来看看它发生什么事吧。有九颗完美的蛋，它们全部都很漂亮。噔噔，我好像看到一只眼睛了耶！我们赶快来看看它们孵出来的模样吧。哇，这里呀有八只恐龙宝宝哎！我们赶快来看看它们长怎么样吧。这是凹凸，这是维尼，这是南希，这是马丁，这个是海克特，这个是小苏，还有威尔夫跟小布，还有我，还有我哦，他是小奇。哇，他们八只都长得好特别，好可爱哟。每天他们一起玩，玩得好开心。哎，好像有个声音呢，哭哭哭，哭哭哭，咔啦咔啦，咔啦咔啦。哎，原来这个蛋还没有诞生耶，好像快了，好像快了，咔啦咔啦，咔啦咔啦，哦，快要诞生咯。咚 ，Hello， 我是葛雷，哇，欢迎葛雷诞生了。葛雷是一只葛雷恐龙，我们叫它葛雷就好咯。嗨，葛雷你好。葛雷啊，它比八只恐龙晚一个礼拜诞生，所以啊，它的动作总是慢吞吞的，倒数第一名。小奇会跟他说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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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葛雷快点，我们去找朋友玩吧。哦，好。哇，我想要跟他们一起玩。这是谁呀？原来这是欧图跟维尼，他们正在画图还有剪贴，玩得好开心哦。葛雷心里想，我一看就知道他们的游戏不需要我加入，我还是去找别人好了。噔噔，我要找他们玩，他们在干嘛呢？诶，他们在做冰淇淋、饼干还是泡芙啊？哦，小苏跟海克特他们是最棒的厨师耶。可是我很清楚，他们应该不需要我的帮助。我想我还是去找别人好了。我要找他们玩。诶，他们在干嘛？他们好像在玩音乐耶。哇，南希在弹吉他，马丁在吹低音大喇叭，啵啵啵啵啵。可是我不用想我就知道我根本不可能参加的。哎，我还是去找别人好了。噔噔，我要找他们玩。诶，他们在玩吹气球，诶，是威尔夫跟小布，好多可爱的气球哦，总共有22颗。诶，唉，可是两个朋友一组刚刚好，三个好像就嫌太多。诶，葛雷就好像是头上罩着乌云一样，一直在叹气。我好难过，我都没有朋友陪我一起玩。小奇这个时候说，别哭了别哭了，跟我走吧。去哪里？跟我走跟我走吧。你到底要去哪里啊？打起精神，擦干眼泪，赶快跟我过来。于是葛雷跟着小奇走走走走走走，原来噔噔，
我们要给你一个大惊喜，诸葛雷蛋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哇，原来你们都在为我办 party 呀、对呀、对呀，他们可是特别为了你举办这个生日派对的哟。真的太谢谢你们了，谢谢你们帮我准备好吃的蛋糕，还有乐队，还有这些气球，真是大惊喜耶！谢谢你们，生日快乐哦，生日快乐哦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现在葛雷变得好开心哦，因为他有好多好多的朋友可以陪他一起玩了。有时候他们会击掌、击拳、拥抱、掌声鼓励，有时候会一起摇呼啦圈，一起办 party。有我就有你哦。葛雷现在每天都非常的快乐了，因为他拥有好多好多的朋友了。好故事说完了，好听的话请给 Miki 老师拍拍手，可以的话请去买这本绘本《小小恐龙诞生日快乐》。